身边的朋友有说您自己有明星脸吗？那你自己怎么看？好的，谢谢。那很荣幸就是能被说成是像大谷翔平先生。那可能的原因的话，可能是因为我的身高较高，以及我的笑容笑起来的样子。那我也非常喜欢大谷翔平先生。那他在近期也得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就。那我也期许自己能够向他学习。那我当初会想要加入礼宾大使团，也是因为看到了学长姐们在国庆大典当中有着帅气以及美丽的姿态，那我也想要向他们学习。尽管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虽然会有点辛苦，但我认为在国庆大典当中能带给贵宾最好的服务才是最重要的。谢谢。想问一下，说大家有说您像哪位明星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有人说我长得像池昌旭先生，可能是因为五官以及轮廓的关系。那池昌旭先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韩国演员，他敬业的态度以及专业的精神一直以来都是我学习的对象。希望在这次的国庆大典的服务当中，我也能拿出和他一样专业的表现来服务每一位贵宾。谢谢。